嗨，小蔡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要分享大家一个景点。噔噔噔噔，哇，有没有觉得很漂亮呢？有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很漂亮哈、哦嗯，它那个地方，它是算是蓝潭还是仁义潭呢、啊？是，我啊，是应该是仁义潭吧。仁义潭。嗯。我不太会分。那是仁义潭的景。因为嘉义这里有一个蓝潭，一个仁义潭。是。那、啊、我们就找个地方，再找它的一个制高点。制高点可以看一下湖景。嗯，好好欣赏这个湖景。然后我们再到这个地方，有找到一个点，想说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景色。嗯。我们刚刚是开车在找。对。找这样的一个点，嗯，然后它这里是那个路边，它有一个小巷，小路哈，还有小路进来，然后有一个景观台，对啊，但是那个景观台应该是私人 的，所以我们就不便进去、嗯，我们就走这个乡间小路这里，嗯，啊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景色，对，你看，很棒吧？真的很漂亮啊！对啊，蛮漂亮的。啊、现在刚好有阳光洒下来。对，真美。而且旁边那里有一只小黄狗。阿里狗。阿里狗你好。他说你才阿里狗，他这样跟我讲。真的、啊？因为里面应该有房子、啊。对，懒洋洋的。他说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们这里很少有访客的。这里有一颗火龙果自己长下来耶，你看。对。这一颗是甜的、哦，甜的哈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好乖好乖好乖乖乖，它很顾家哎、欸。对啊，它原本对我们没有敌意。嗨，我只是要拍那个火龙果而已啊。但是我们一靠近它就开始吠两声。对，所以这只狗是好狗。好好好，你好棒好棒。好。所以各位看一下这个景色。柠檬吗？哦，它这里也有柠檬哎、欸，柠檬是不是？对，柠檬，对，它那个是柠檬树、哦，上面是柠檬，柠檬果园哦。对。我们老板住在这里面，好隐秘。对，很隐秘哈、欸。而且也蛮棒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走走。哎，好累，要走啦。嗯，还漂亮，漂亮哈。所以阿里山是在那里吗？阿里山啊，阿里山应该是那边吧，那也比较高啦。因为这个去环路那边嘛，这边再进去那个菜公店环路，那边进去也是往阿里山的方向去、啊、中央山脉。中央山脉群，对，你的那只黄狗走了，黄狗走了，它跑进去里面做那个深沟壁垒，它可能就好，各位，这个景献给大家，我们要走了，往上看看它有什么点。对，走，嗯，走。啊，它这里有一个景观台啦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一个。啊，但是啊，它这个景观台是私人的。私人的。哎，你看它这里围起来就知道是私人的。而且它有一个步道往下走。对。然后那里往下走之后，那里有一间民宅。好，那有一间民宅。嗯。所以呢，这是那间民宅的这个景观台啦。对。他们家的景观台。我突然觉得他住在那里好棒哦，好像住在桃花源啊、哦。桃花源。桃花源，嗯，真棒。真棒。这里不会吵。对，这里不会吵。啊，那个看过去一定很更棒。对啊，它下面的景，而且它的房子是面对湖景，对啊、让我想到你昨天晚上给我看那个
蒙古包的。哦，哎，好棒啊、哦！哦，那个很棒。那算是蒙古包吧？是啊，是啊。蒙古包饭店吗？是啊，有机会我很想去那个蒙古看一看。蒙古。对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就继续往前。继续往前。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了。嗯，拜拜。那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啦。